大家好，我是张书伟，快问快答 ，Action。爬山跟这个露营，虚假游戏，因为是我写的。我想要成为台湾最棒的演员，蓝伟华，因为他是我兄弟。我想要再跟郑仁硕合作，因为我觉得跟他合作，他会有很多很让我意想不到的表演模式。我从来不看恐怖片，除了我自己演的以外。七十六号恐怖书店，恐惧罐头之饥饿，之租车，之捉迷藏，之计程车。我是说租车吗？租屋啦，对不起，租屋。是我的好兄弟们给我的鼓励。没有。